嗨，我是 Copa， 今天要来介绍意大利铁币的第二发，就是这个达比。上一个影片我实在录太长了，所以我今天尽量缩短一点。这个达比虽然是意大利铁币哦，但是请注意哦，这个说三次，我是荷兰人，它其实不是意大利哦。好，我们来看看。达比经验丰富的永动机，皮埃蒙特球团。所以是球团成员，那他的这个防守呢只是普普的21490，但是他的断球跟铲球算是挺好的，分别是破8000多跟7900多，已经将近8000了。那他的盘球其实还可以了，我们来看看他突破建议，我只有一种，就是断25记25跟铲25以及速25。好的，我们来看看他的前队伍技能是超团结，给到技术性球团五名以上呢，就有20%的能力，但这真的比较不容易哦，因为现在是这个 Rising 上球员的时代哦，球团成员还不够多。好，他有一个自动拦截的这个被动技能，这个几率非常高，80%哦，然后也给到这个所谓的这个 S 技能呢，有这个掠夺截球以及狩猎铲球。非常的好，因为他的这个数据刚好就是铲球跟断球特别的好。我们来看看他的潜能，给他半但是也是连接这个隶属性球团成员三名以上就可以，然后可以加到2%，其实给的不错，但是就可惜要连接隶属性球团了。然后坑坑巴巴这个目前也用不到。这个比较特别的是三角短传克星也就是可以能力加50%。好，最后一个潜能是如果你场上的球团所属球员越多呢能力值提升越多最高就提升10%。它的潜能里面呢大概就是这个三角短传克星比较有吓阻力哦。我们来看看在球场上他的数据呢面对他的敌人呢是否有优势。好，这个前提在左上角在这里队伍技60%半20%没有蒙加成也没有阵型加成因为他是 DNF， 我先假设他是没有吃到阵型的那他的对手呢，我的假设是队伍技60然后半20%已经没有蒙加成阵型是攻击加10%。好，先看在这情况下达比的数据是铲球可以到12.2万。他的对手呢我也是选的这几位都是盘球数值较高，然后也是大家比较常使用的，应该说最近这一段期间大家比较常使用的比他们盘球高的有，但是呢因为不是现在的流行，所以我就没有列出来。那这里的第一名当然就是这个大天使米凯尔盘球到16.1万这是指他这个全力状态下呢加了20%之后，16.1万很高哦基本上他是隶属性，面对这个达比技属性呢可以说没有悬念就是可以过了但是没有全力状态下的13.8万我就不敢保证哦，只高一万多。不过呢，高一万多属性相克我觉得过的几率还是蛮高的。那另外三位呢我们来看看左边这位迪亚斯。迪亚斯的这个盘球也是一样，全力状态下呢可以到15.3万，我想也是轻松过关哦。但是没有全力状态下只有12.6万我个人认为应该是盘不过这个达比哦。不过很难讲，迪亚斯在球场上的盘球总是令我觉得非常的压抑哦。他的表现一直都是很好，盘球惊人的一个球员。那第二位山塔纳，好，山塔纳的盘球可以到14.2万由于他有浑身一击哦，也就是第一发体力80%以上可以有这个14.2万，我认为也是可以轻松过达比的。那最后一位就是这个拉法叶尔我想拉法叶尔在属性被克制的情况下，就盘球这件事而言应该是过不了达比的。
好，我们来看看下一页。好，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看到这一页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断球啊，因为打比就是两个技能特别的明显，一个是断球，一个是铲球。那断球这方面比较复杂哦，因为它的潜能有一项是面对三角短传的时候呢，可以加 50% 的能力。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哦，这个断球它有两个数据，一个是面对三角短传呢，可以到 16.4 万啊，基本上没有人过得了了。但是面对传球它就只有 13.3 万哦。可是有一点我也在这边也列出来，即便他使用铲球哦，面对三角短传的时候，他的铲球数值可以从12.2 万提升到 15.1 万。这个数据很高哦，也就是说即便他使用铲球都有可能把你的三角短传给铲下来哦。好，我们来看看他的对手。最新的这个月中限定呢，克里斯蒂安森。他的传球呢有 12.8 万。基本上面对这个打比属性被克制的情况下，再加上数据也都输，我想传球要过打比也不容易了。那第二位这个甲太郎，甲太郎这个传球是这里面目前看起来是最强的，因为他有浑身一击，他的第一击可以到 15.3 万，很高。但是面对这个打比如果断球的话呢，我觉得他是过得了。但是如果打比使用铲球，铲球是肯定没办法的，因为才 12.2 万。除非甲太郎要使用这个三角短传去硬拼哦。但是三角短传打比会到 16.4 万，也是可以轻松把这个甲太郎的 15.3 万给 KO 哦。所以还是建议是，这很难讲，我觉得面对打比我的建议就是选择传球，只能这样子哦，看看有没有办法硬过他的这个13.3 万的传球。好，另外两位皮埃尔跟这个拉法叶尔我个人认为是比较难，虽然皮埃尔有这个属性的优势力属性克制技属性，可是他的传球只有到 12.2 万这个算是比较低的， 12.2 万要过这上面的数据我觉得都不容易。那拉法叶尔呢，是因为属性被克制哦，是速属性，所以虽然传球有 14.1 万，但我认为如果打比选择这个断球的时候即便只有 13.3 万，我认为也是可以拦截下拉法叶尔的传球。好的，这是我个人对这个打比球员的分析哦。同样的如果有国际服冲球的咨询呢请用以下三种方式来加我好友。那我也很欢迎没有冲球需求的人也没有冲球问题想问的人，单纯加我好友来聊聊主小我非常欢迎甚至我们可以讨论这个阵型的安排我也常常跟其他的网友来交流关于这个阵型的布阵的这些问题。好，那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发现哦其实我的这个图片有点不一样哦今天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下一次再告诉大家今天的图片都是我自己重新制作的。好的，拜拜。